欢迎回来。今天，哎呀，感觉有点小冲动，因为这个游戏之前广告看的很多，画质对吧也过硬，而且呢，大家觉得这游戏的玩法也还行，就是你氪金啊、觉得还行，不氪金的话，那当然体验很糟了。我是感觉什么？我是感觉之后这个游戏应该宣传的会比较多，玩的人估计也不少。这个预算要不要拉到20000？然后我们20000玩3天，等到公测的时候，我们就40000玩5天。哎，这样的话刻度上去，知名度就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主线任务先完成一下，现在要先充值啊。充值的话，我发现了啊，有些东西被我们遗漏了。本来我说把这里的这个钻石双倍搞完，但是我看一下这个礼盒商店，下面还有好多礼盒。你看这上面这个是买完了的，但是下面，哦，下面的也买完了吗？哎，下面的也买完了，啊，怎么都买完了？我擦，好吧，现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，我们这里魂骨秘藏券25一张，我们一阶好感礼盒估计也要买啊，我们先把这里的先冲一遍啊，648先走一个，先拉到这个累充5000，我们今天下午时候玩的充了3500。好，一个，然后128，扫荡扫荡，看氪金就是爽。OK， 68走你。这游戏，那他之后要怎么氪呢？假设我三天要氪20000，那就只能充那个648，然后送那个抽奖的券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最后一个6块，有22000的钻石了 ，nice。然后今天呢，妄图有11.2万粉丝了啊，非常开心啊！每周限购一阶好礼，哦，这有51万的这东西，这是啥？不知道，反正这个松松买完对吧？才花12000，这个花的是什么币？金魂币，我的天，这个金魂币单独买的话可贵了。然后这里高级觉醒，它这里是36抽对吧？这个其实没有那什么终身的划算，终身送的是70抽，你看这个70抽。超级划算，之后我算了一下，就一个64836抽，平均下来36抽，将将好够一个 SSR 啊，有时候运气不好还够不到，所以这个游戏差不多就是700块钱可以抽到一个，还是蛮贵的。这个一阶好感礼买完吧，应该也花不了多少钱，剩下的如果要充钱，应该是充这里的吧，高级觉醒对吧？36个，648送36个，这个金融币盒算是无所谓，这个128送7个，我看一下128乘以5，5735，5840。哎，其实这两个价格是一样的，钻石的话88 360，左边这个给的钻石还稍微多一点点。通行证早就买完了，你说的是这个吧，魂师补贴也买完了，礼盒也买完了，就剩这两个觉醒了。然后这里我们这个钻石买这个秘藏券对吧，花21500，哎，少一点，花个20000钻石买80个。好，马上去抽这个魂骨啊，说到做到。然后我这里首先我要再充一点钱，充到这个累充5000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先买一下这个648吧，说明钻石已经买完了，你来晚了一点点啊。哇，我这个信用卡还没有爆，好评，这个648好亏哦，超过上限 OK OK。 好，信用卡已经爆了，然后累充看一眼，累计充值进行中，4000、5000啊，都达到了， nice。再之后呢，我现在是充多少钱能看到吗？哇，这看不到，有点烦人。然后资源找回，这个一会儿找回，不然就溢出了。体力补充啊，领取一下，领取60个，体力还没有满。然后那个等一下还有一个花钻石的，我记得是一个什么，哦，是一个这个长老2688，我的天，我这钻石不够，应该多留点钻石买这个特权呀，可惜差一点。这里我不会直冲钻石的，我如果冲的话我就是傻叉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开始抽这个魂骨，魂骨的话寻路去找这个武魂觉醒，还是找柳二龙老师，抽卡也好，然后抽魂骨也罢，都是在这儿啊。这里哇，有71抽，运气好能再来两个 SSR 啊，这直接先抽了吧，先抽卡然后再抽魂骨啊，魂骨比这个卡的这个抽奖次数还少，那个特别的珍贵，搞起来呀！我的好运离我而去了，这谁呀，大哥？踏云逐月，天。没懂，陈星白鹤。好，再次觉醒，这游戏好玩吧？我觉得这游戏目前还体验不到它真正的快乐。大家说它这游戏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什么？在于搭配这个角色之间不同的技能，
就是你不同的魂环激活不同的技能，然后有的组合就贼厉害，但是厉害的组合也就那么一两套。暴力超低队的，我这里有可能40到50抽才会给一个金色的 SSR， 特别难搞。啊，又没有抽到，已经30抽了，完蛋！可能正在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情况。哎，你别吧，我是打算75抽给两个的，你这过分了。到时候纸包地给一个就太过分了。第40抽终于来了一个金色的了，对吧对吧，还是足够幸运的。这是谁？这是独孤博，对吧，显而易见。哇，登峰造极。独孤博怎么样？快告诉我，这杨无敌再觉醒呀，我想要的他都没有给我，我想要的是唐昊还有奥斯卡以及一个谁我忘记了。独孤博控制可以哦，好的好的，再次觉醒，只剩20抽了呀，兄弟们，搞起来，羁绊不亏，有道理有道理，羁绊能加一点战力吧。好，最后10抽我估计也无了，我们还剩最后11抽，我永远是就抽个10抽吧。好运来走起，在心里默念小西大大，给我给我祝我好运吧。哇，来了，哇塞，75抽给了两个，这要是谁？我今天宁荣荣，宁荣荣好像也不错，蓝天白云，我今天晚上还行啊，就感觉还行，过得去了过得去了，对吧，神枪之向无坚阵，这日子终于能过得去了。今天宁荣荣也没有抽到过吧，好像现在我们再来抽这个魂骨啊。今天早上今天下午我们抽了3500才有80抽，然后刚才又买了80抽，对吧，总共是160抽，他们说这个魂骨要比这个卡还要厉害。小西保佑我，对，小西血砖是什么鬼，这里抽到100个会给一个 SSR 的魂骨，每次抽到非三星的魂骨会给一个宝藏积分哦，抽到这个会重置达到100的，就是你运气实在不好，这是保底的对吧，100次99次都没有抽到这个三星的，他就会给你一个保底的精彩啊。不好意思刚吃完饭，我看一下这里还有魂骨商店，估计抽了之后就有这个积分了，就可以有这个代币去买了。哎，十连走你，看到有人抽到这个血月了，我的天，开一个十连哦，要滑动是吧，滑动一下，哎，有金色的，第一个就是金色的魂骨，哎Nice， 这是 SSR， 这就是三星的呀，魂骨评分827，它就是飞行的那个魂骨啊，不知道是给谁，我还不认得他们这些种类。好，再开一个，来，魂骨秘藏一星，解锁了一个成就，又是一个金色的，我擦，防御系或者是什么系的，哦，蓝银皇，这个有点牛掰啊，飞行单攻，我这运气已经算贼欧了吧，贼欧贼欧非常欧了已经，再来一个，又有。不是100抽的保底吗？狗托，哇，这个是被策划针对了，改写了一下后台数据，是不是？我的天，又是飞行的，使用魂技能后一回合内提升8%的攻击，这魂骨技能还有这样的，我这里是不是做了什么好事？好人好事得到好报啊！这次就没有给了，托，哈哈哈哈，对，疯狂说我是托吧，无所谓，我不 care， 哇，又来一个 SSR， 我的天，这个是不当人了呀，我这氪5000，相当于氪8000的效果了。就是鸾凤长鸣，这就是飞行系的，就这个感觉可以凑一套魂骨了，能不能再来一个，哎呀没有了，紫色的不行不行，我要改欧为飞了。哇哇，给了两个 SSR， 我的天，这个改欧为飞可还行，这个是飞行的那个对吧，刚刚抽到一个鸾凤长鸣，哇塞，两个鸾凤长鸣，这要出吗，已经出了，然后那号主我说啊，本来是充10000卖3000的，哇，又出，这毕竟是我花钻石买到的这个券，所以出的就贼夸张，你知道吗，我的天，趁机现在运气好赶快再抽，哇，现在就是蓝天白云，特别装了。那大佬我说这个游戏那么好对吧，他画质那么好，他肯定后面还要疯狂打广告才能收得回这个成本的，所以你越多充点钱，你到时候考虑时间玩长一点对不对啊，他说他考虑考虑，然后我们就达成了一个 PY 交易，就是说他出5000我出5000啊，这样的话我总共就出12000，他出8000，我们就可以充20000对吧，我先玩一次，之后等到公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40000多了对吧，210%的返利就直接给42000，哇塞，到时候就贼爽舒服了。他这累充竟然没有10000没有20000，这一点让我感觉很伤啊，这次让你们舒服了。你看最后这80抽，我估计啊是系统觉得这80抽是一开始买什么东西给的，哎呀就不容易出这个 SSR 对吧，我刚想说不容易出这个 SSR， 他又给了一个，给了3个子的啊，青蟒夺天啊，精神力提升 4%， 这什么戏的，你40连一个金的也挺难的，好的好的，
也挺难的，好像这里用错了地方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哇，这个效果还是有的啊 ，nice nice， 再来开启，又来一个新的魂迷藏一星四，抽到多少个了？这又给一个成就，这又是一个新的爆裂焚烧，这锤子系的，感觉可以给那个邪火凤凰啊。他们就说这个魂骨家的就贼多，而我运气就贼好啊。希望我公测时候运气也那么好。哇，又是三个，哇 ，nice nice， 可以了可以了。等级34级开启魂骨秘藏哦，指定魂骨的这个概率提升至 60%， SSR 的总概率不变哦，是这样子啊。一般来说第二天应该就能达到了九个金的是吧。公测调这爆率会不会调不清楚，不管它，无所谓啊。这是购买等级可以买了吗？哎，不让买，要打5-1，这个太远了。好，领取一下奖励， nice， 领了两格昊天扬威领取。然后现在做点什么东西啊，我们8点钟有活动，这游戏的活动基本上是8点钟前后才会有，然后要不是中午会有一个，然后晚上会有一个。哇，冰火两仪眼好厉害，这个冰火两仪眼怎么进去我找不着了，我退出之后我又去收那个菜，结果就没找着。哇塞，又是魂骨的秘藏券，又给那么多，是不是又可以抽了呀？李耀龙老师，李耀龙老师，我又来了，我是不是有这个券啊？5个券算了，我要10连抽5个券，我觉得运气不太好。接下来就是到了提升等级的时候，羁绊，等一下，魂师先升个星吧，对吧？先升一个星。闪开闪开，小爷要一飞冲天了！我的天，小爷，大爷，你不要小爷了，你直接大爷装备一个，加了1000，我的天，再装备一个，加670，这个怎么那么衰？然后还有一个，哎呀，差一点就成套了，我靠，赤豹可还行，这太邋遢了，4件差一点点。这里问一下，这个阵容搭配要怎么搞？宁荣荣要上吗？独孤博要上吗？朱星应该不需要，别的我还没有抽到啊。我今天看到这个区有人比比东升到了5星，就他至少还抽到了额外的2个，就总共是抽到4个才可能升到那么高，太夸张了。好，这个装备一下，加600，紫色其实也不赖。宁荣荣一定要上，他们不是说奥斯卡是必须的吗？宁荣荣替换谁？替换白珍香吗？好，这两个肯定是没有错的。我们这个是邪月还是月关啊？邪月啊，看这个武器我就知道是邪月了。宁荣荣拉条很厉害，拉条就撇大吗？不是，不能这样吧？怎么能这样说人家？人家好歹是个女孩子，难道是拉皮条？拉皮条也不对，你这个拉条意义很奇怪。拉条加攻击，好的好的。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阵容啊，好友申请，我看一眼。哇塞，全部接受。宁荣替代白珍香，好。我的白珍香他是一个3星的魂师，而且不是金的，对吧？那我就把他下阵容走你。宁荣要配奥斯卡才厉害。宁荣荣他这个白珍香他是122的速度，然后评分是2500，但是他升过级了。来宁荣荣走你。现在是1000，哇，直接是1900，我还没有怎么提升啊，对吧？我还有8人阵容，我的天，有6人阵8人阵。好，我们重申一下，重申就在这儿，重申。老白出来，自动下阵，自动卸下所有魂环。小五也卸了，小五唐三可以升星啊，但是他这个等级给我吐出来，不要客气。猎德魂环一，这也算猎德的魂环吗？好，这些都重置， nice 啊。来，魂师提升一下，这个行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推荐。哇，他同样是1星的，但是有更好的。我先把魂骨穿一下，这个有个更好的，替换一下，把这个推荐的放上去。哦，一个是速度，一个是爆伤。他的评分啊，他评分是128，替换127的，怪不得。这个没有细看，无所谓了。这里评分578，这些东西都是要慢慢研究的。这些游戏其实能研究的东西挺多的。说实话，这里再搞起来 OK 啊。装备，哎，还有推荐呢，他就是高了3分呀，我下次注意一下，尽量让他没有这个红点。好，3万战力了，他这个每个都是推荐。这个就只剩最后一个了，
两星的，哎，这个还可以换一下，加了12，最后内容肉，哇哇，四个紫色，有评分吗？有那种套装属性吗？好像没有，套装。套装效果没有一名队友的生命比例低于50%时，自身受到伤害大幅降低。适用魂骨，这个果然是有点东西的。但它是29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鬼藤。比如说鬼魅没有用，鬼魅没有用，替换个谁呢？对吧？邪月是很强，鬼魅用独孤博来替换吗？是一种手段，恰巧。我将是有没有用？其实大家都是，这我听说这个游戏之前就测试过一次，这次已经是二测了。我应该抽一个六翼天使，哎，明天肯定会有。唐日天没有抽，唐昊确实没有抽出来，很抱歉。然后这个困难度可以打了，然后这长老要提醒我买是吧？可惜我没有钱，这个钻石不够。我这主力一个没有抽到，所以我们要等这个公测呀，对吧？不着急，现在是这个羁绊的时间，激活一个。其实还应该去。给魂师升升星的，资质是什么鬼？哦，赠送一下，升到10，可以到下面一个境界了。血月升空，星斗坠玉，我将是你最鬼魅没有用是吧？没有人可以反抗。比比东赠送一下，你只是现在24级才可以。但为兼顾沉吟至今，嗯，玉关怎么才3级？主力就剑斗罗和唐昊，血月也很厉害的。我想遨游四海，踏风而行。但玉关也在啊，这等级我们升下吧。需要我的帮助吗？给内容升到27，哎，这些都可以升27啊。闪开闪开，小爷要一飞冲天了。先升27，这样资质就可以突破了。想要突破到下一个境界，经验达成，再加33嘛。啊？血月升空，星斗坠。这个升27，再突破。这么加百分比，怎么才加那么一点点？没有人可以反抗命运，你只是命运之网上的一只飞虫。哇，这个还没有用完，等公司再搞一套新的阵容。现在无所谓，鬼魅这些都可以升，哪怕你们收他费，对吧？好，然后魂力提升一下，然后资质提升。没有人可以反抗命运。比比东，为什么放最后来呢？武魂的话，100年这个是可以养成一下。这材料我们是很多的，他这儿不能在这儿切换人吗？就很烦人，切换这个魂环。哦，1000年的这里有，给那个谁，宁荣荣呀。需要我的帮助吗？需要你的帮助吗？那肯定需要。来个1000年的以太。好，加了400。还有个1500年的，这里先突破一下。需要我的帮助吗？有点像《全民奇迹2》，画面风格真的有一点点像。来，1500年的。哦，这里一下子用掉5000的这个金魂币，金魂币也是需要的。怎么还要养成？好，35，38了就。但为君故。沉吟至今，不知道他们第一天玩到了什么样的程度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排行榜啊，我现在根本排不上名号，我现在是155名，第一名他玩了2天已经10万战力了，能看到他这个 VIP 等级吗？他叫做修玄，我的天，这个我突然间对这游戏就不怎么感冒了。你看他这个最强魂师有那么多六星的哦， SSR 的六星的还是没有的，他竟然有4星的奥斯卡，羡慕了呀！这是晨星啊，哦，邪月啊，邪月不错。马红俊，其实他也不是那么的强，就这种就是抽到4个升到了5星，4个升到5星，他 SSR 的就只有2个抽到了4个。其实我们今天再花个，今天可能还得要再充个10000才有他那么厉害，但是没有必要。来，我们做一下这个主线吧，主线27。斗罗之路的困难难度，他肯定充了10000多，
因为我想了，我大概差了十个 SSR， 只要再抽十个 SSR 就有概率有两个可以升到这个，哎，可能还不够，反正一个 SSR 差不多就是68一个嘛，对吧？我抽个15个，差不多和大家就一样了，就10000块钱。他可能充了15000。妄图哥哥，我是你的粉丝，你看左下角。好的，收到。自动跳过，等级压制。哦，他有可能等级，他这个10万战力其实，如果他只是卡抽的厉害，魂骨抽的不厉害，这个战力有可能拉的不是特别开。我现在差的是什么？差的是这个等级。他们白嫖的人，一天干到晚可以干到15000的战力。我这里充钱，你说没有必要要充。我这是充钱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公测的时候能获得双倍返利啊！说是开放，结果还是回合制的游戏，有回合有开放，不可能完全开放，连个主线都没有，那才叫开放是不是？哎，不是那样的。我这儿打一下会给这个钻石，哎，多给我点这个钻石吧，要搞搞事情。他要走近，你看，所谓的开放就是要比较真实的去走近他，这样反而更费一些这个时间。第二天就可以搞10000的魂环了。好的，战胜曼陀罗蛇。怎么要打那么多劫？还好我这凤凰一屁股就可以坐死了啊、哦！这个蛇好肉啊，不愧是困难难度。七宝真言，必胜！哇，攻击提升，速度提升，有点厉害的。来晚了，确实。你先推图啊，这剑加了不少。这里我先不录制啊，这里就直接挑战就完事了。宁荣的速度不对，待会看一下，让宁第一个出手，马红俊他就是第一个出手的，然后比比东他这个速度就是要高很多啊，这个没有办法。给你看一下这个速度，宁荣的速度肯定不会低，反正他一个困难的副本要打3回哦，困难和普通是在右下角切换的，知道了。给你看一下他们的速度，宁荣的速度是122，仅次于我们的比比东。比比东他这个实在是太变态了，没有办法，他已经比其他人高了。这个马红俊他是113的，但是他这个技能设定就是这样子，抖了困难难度做完了，哇，又可以打29级的东西，先打困难难度的吧。这个游戏就是要刷本刷本再刷本，但是把今天这个先刷完之后。之后刷的就很慢了，你等级基本上提升个一级才能刷两关啊、游戏只能安卓去下载啊，多找几个应用商店就可以了。应用不能是一速，因为做不到，我也希望它是一速啊，对吧？但是很抱歉，无能为力。我、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下面那些一排的角色上面有好多蓝色的这个 buff？ 有没有前排的概念？好像是没有，但是你有必须要优先打的人，对方输出高的你要先揍。前后排差距不大，因为是可以手动去选择人的，你可以普攻也可以放技能，打谁都可以。 VIP 礼包应该还买不了，还差了一些钱啊，再打几关。有人说你可以在马红俊前出手，那我做不到啊，我马红俊速度都那么低了，那你要我怎么做吗？古龙才是真的强。流转吧，七宝光环。哎，你看一下子这下面所有的都是各种蓝色的 buff，加速度加攻击还加什么？你的影子已击美刃龙卷，不光秀太低。哇塞，马红俊的这个大招还是很强的。我就这么说，人家比比东速度为什么那么牛掰，就是因为他出生就比别人多了10的速度。然后你说魂骨把马红俊的魂骨或者给谁谁的魂骨给那个宁荣荣，我就和你说魂骨不是通用的，魂骨并不是通用的，魂骨应该先给输出最高的，对吧？这个没有错吧？你们在这儿瞎指挥，其实我也不菜了。七宝宗影，不要做徒劳的工作啊！多看一看，哈哈哈哈！好，这里真的是很漂亮。哎，我真的想试一下，能走到哪儿？啊，这就走不过去了。那树估计也就只能到它下面了。来，战斗！他这个游戏画质那么好，然后选择了是还原这个原著嘛？你选择了还原原著，你肯定是要回合制的这样子去搞。你要去按主线来的话，那就纯看动画了呀。你还是要一关一关的选择，然后每一关他搞一个这个小的剧情在那上面，这样是最舒服的。不然你设计游戏你怎么设计嘛？你要又要开放，然后又要看剧情，
要游戏好玩，又要把这个斗罗 IP 发挥好，然后又要魂骨什么技能各种，我擦，我快要打不过了呀！直接秒了一下我们所有人，呀，我这边都是普攻。好，有个大招，别死了呀！奥斯卡鬼魅可以连开两回合大招，哇塞，那么厉害！哇，马红俊还是牛的呀，牛批呀！啊，等级啊，知道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很可能现在已经可以出去了。我看可不可以买了，这个钻石给了我好几个120，应该1000钻钻石肯定是有了。哦，3000多了，哎，可以买了，可以买了。先长老这儿买一手，对吧？15个魂骨密啊，15个魂骨，那又可以抽20抽了。李二龙老师，我来了。想探寻武魂觉醒，魂骨刚好20抽 ，nice 啊！还有刚才那5抽没有搞事情，走你！哎呀，我就觉得我现在运气应该不太好，但是也给了3个 SR 啊，给了5个 SR， 运气那么好的？这个如果要10抽的话，其实应该等之后，哎，对吧？这就是蓝天白云了，全都是白的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心里终于平衡了，是不是？可以了可以了。斗罗之路困难的路提交一下，哎，要提升这个队伍了，完成什么退治的，对吧？这个第六层之前打不过，来挑战一下。火焰燃烧，这皮皮东每次能打两个人，运气好可以终结两个残血。修长概率提醒我该充值了啊，说的有那么一丝道理。好，只剩一个小 boss 了，我直接大招走你。他有两层的这个就是重伤效果，就特别容易被打到。好，没了。哇，今天我20000战力的时候打这个打得特别吃力，就打不过，现在40000战力好轻松啊。哦，现在下不了这个游戏了，哇，那么 nice。 OK， 然后草药培养。哦，这个庇护亮焰是怎么进来的，很奇怪，我这个已经 完成了。有人掠夺了我的这个我可以立即夺回吗？对吧？哦，现在就可以3倍了呀，现在这个速度是3倍速，很好。流转吧，七宝光环。为什么我的凤凰烧天机打他们都不痛的呀？这只是一个28000的对手。哎，果然马红俊还是垃圾的呀。内容奥斯卡鬼魅马红俊柳二龙火舞顶配。火舞他不是 SSR， 怎么回事？好，秒一个呀，叶麟，为什么秒不了？哇，这个菊斗罗，那个大招还是漂亮的。哇，马红俊这个大招，我错了，我刚不应该说那句话，马红俊还是厉害的，连开两次大是吧？宁荣奥斯卡鬼魅 ，OK， 收获仙草，人家觉得这种八瓣仙兰，其实可以抢一下的。火舞是灼烧型的控制 ，OK， 问题不大，走你。好，一下就没有了，哇，师徒，还自带这个灼烧效果。我开奖自己刮痧是情有可原的，好的好的。这儿我们再中一个，绝的，这是一般，花4块5刷新一下。哦，就带一个绝，一剑尾派，你要抢我的必须能打过我，对吧？再等一小时。但是这个冰火两眼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刚是从任务这儿进来的。魂兽退治，你们谁和我说一说，我都烦死了。累计升6个到加2，需要我的帮助吗？宁荣荣也升1个到加2，问题不大。哎，魂骨，哦，日常试炼里面，谢谢。这替换的时候不能直接去做别的，他必须要等这个都加完。我直接加了480。哎，搞了一个紫的 ，nice。好，没有需要的了。可以中两个，我只中了一个。好的，日常试炼。哎，果然在这里面，一天总共可以培育4次。耗尽卖掉了呢。哎，这是仙的，哦，应该是绝，要比仙厉害。这才要20分钟。哎，又来个绝，照这四个培养一下。水仙玉鸡骨，啊，红色的最好，能搞到这个绝的就行，应该是这样吧。我还没有开始玩就卖掉了，很抱歉。但事情就是这样的，这个红包怎么发放红包？我看一下，发一下，600钻，1200钻。如果他这个已经不让进来的话，那就有个小问题。你们这些观众其实想进来也进不来了，那我这个公会没有人了呀，只能吸他这个存量的这些玩家。
本周回路好少啊，现实领取一下。哦，谢谢小天真，其实我们可以考虑再充点钱，说真的。宗门合战，欢迎回来。这个是早上10点钟开启的，今日挑战次数是5次，武魂殿他们是34000的积分，我们积分都没有，个人排名也没有，我39000。这里可以随便打吗？剩余数量180，宗门贡献给60，每消灭一个敌人获得5的积分。这些是电脑呀，有更厉害的吗？哦，这后面还有精英部队对吧，这给160的宗门贡献，这个相当于是一种 BOSS 的机制吧。哇，首领胡列娜血月千日雪加入战斗，这个我们再提升一下这个战力啊。他这个都没有死过吗？这个 BOSS 我觉得怕是打不赢，这些 BOSS 你看被打完了，这些很轻松就没有了。史诗的你在这等一下，这里我就不打了，这里需要宗门一起来打才行。相同的橙色魂骨点一下可以进化，好的，210，这是几万？29000的，挑战一下。哎，活动剩余时间16分钟，这里我要等3分12秒再来打，我剩下的还有4次呢。这个首领这是困难的，我要打就打这个史诗，等2分56秒，我们再对他突破。沉吟至今，月关。我将没有人可以反抗命，你只是命运之网上的一只飞鸟。哎，绿洲可以升级了，4万战力我来了。血月升空，星斗坠玉。闪开！小年要一飞冲天了。好，4万了。哦，月关现在就不够了，资质可以突破一下。资质突破一下，没有人可以反抗命。血月升空，闪开！小爷要一飞，没。我将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好，现在所有的红点都没有了哟。Nice， 刚那个现实活动叫什么？宗门宴会是从8点钟开始啊。宗门合战，赶快过来。九星海棠和我。好，1分钟，我们等一下。个人排名才48的积分，他们怎么搞的3万多的？打5个我也才200多呀。个人奖励领取一下。宗门哦，宗门有150个人对吧，这宗门人数很多的，你说宗门人数那么多的话，我感觉就很有意思。哎，快让我把这个打完，刚对面直接把这个血回上来了，我这控能控3个，哇，直接秒一个。哎，怎么又来一个？哇塞，秒了一个还可以再接着秒，哇塞，这个太变态了吧，这血月，我靠，好变态啊。所以可以打3次，我靠，我试一下我积分高是不是有更厉害。这里啊，32秒，等一下，这个我们等一下，这收割机有点东西啊。我们说37做斗罗尝到了甜头，我觉得更可能是什么，更可能是斗罗这个 IP 他做一个是做，做两个也是做，反正他已经交了一个钱了对吧，他就多做几个，试图分担这个成本，我猜是这样的，感觉像螳螂或者诺手呢，那个才有收割的，收完一个然后立刻重置技能，然后又可以打下一个。这里1分多，我们最后剩2次，我们把这个1分钟的这个史诗 BOSS 打完，然后再打一下这里的，挑一个吧对吧，再往这边就没有了。我这种千血它是支持同时20个人一起挑战，然后本宗门人数是0，只能唐昊吧。好，整，马上整，等我们打完这个好吧，听你的，我们再冲个2-3千的样子试一试看。哎，我们冲5个648吧，冲个3000看一看。我来了啊，这才22000的推荐战力，好碎啊。我加载的快，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先打完？这个怎么算这个次数啊？如果我现在再打的话，是不是外面的人就进不来了？还是说谁先打完谁就算打下来了？升个30级看有没有礼包买。好，可以看一下，我现在已经28、29了。接受你的命运，但是卡还是要多抽一点点啊。地狱魍魉，金水刃龙卷，休以我封威。哇塞 ，nice， 结束。每次都要撸一下他那个头发，
看着也是很难受。我们直接打谁？胡列娜，没有见识，来见识一下。哎，这支核战部队已经被消灭了。哦，0%就是已经被消灭了。好的，没事了。怎么就还能再打一次？等到公测的时候，我们要第一个上游戏，提前半小时就在那等着。您能打快点不？吃嘛全部不至于。我们到时候充个20000的话，你才有40000可以用。40000玩个5天，拿不到榜1的。如果我们去1区那种，去个其他区，比如3区、5区那种，有可能。好，这儿就挑战完了。作文疲劳值还有3次，这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我才有234的积分。好，现在出来，我们充值，来抽卡。